进校门就看到铜像，有吗？这里铜是这里就一尊了，栩栩如生，而且会动的。主持节目，他能够站在后面的，基本上是头一招，一定是巨咖，头一次，对不对？先要欢迎看老师演唱之前，先看看即将开演唱会的这一位朋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带来这首《不想让你知道》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周文蔚。的一定要带过来带一下，一定要，一定歌唱的那么好听，一下台扑街，哇，那个画面，对不对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哎呀，感动了，25年呢。对啊，为什么用这种二五，等于是花痴的这种？痴花没有啦，痴花啦，它是一种画面的美感，还是像少女的感觉？因为其实花呢，依着四季，它会有不一样的颜那个样貌嘛。对对，可能会有凋谢的时候啊，会有盛放的时候。那我觉得花了这25年，我终于来到了一个盛开的状态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圆满的状态。